今仔日是我的生日，虽然我一个人来，不过唔知叫谁，我是一个人过生日。不过，就是决定，搁专工买一个生日蛋糕，唱生日快乐歌。 回王家以后，就伫只过来拜明凤妈妈，一定无食啥物物件，有我只好用来拜妈做借口，再物件互伊食，卡免伊巴肚枵。妈，你是毋是感觉阮过就好笑？你竟然甲我计较我好个愿望，坚持我袂用过祝福别人，最后一个愿望一定要留互我家己。 过去我去食生日大餐，我真无简单，才拜托给，买面包来我妈吃。这眼内无啥，刚刚也别个发作啊。因为我的生日，我想要讲。 其实你真正无需要家己硬劲，你安尼骂也是知影，也就唔甘的。是的，我将活三十几年，不过已经有够啊。生命上珍贵的所在，不是活偌久，是用伫活的时阵。 我最快乐，因拄着人生，是我这世人上大的快乐。我想带着伊，我这世人已经无遗憾。虽然我无迄个福气，也袂到最后，不过知影。 伊有一个缘分，信任的查甫人爱伊，我都无牵挂。我会放心去找你。正燕，你的心有我听，我的心就有我听。我即摆就想要冲入去，甲你拦条条，甲你讲我想要踮伫你的身躯边陪你。啊，不过我阁烦恼安尼做，你会想骗我？ 到时我找无你是要安怎？妈，我应该要安怎做才好？妈，你看，这是我甲人生的定情，刺猬娃娃。我若是想人生时阵。 我都要摕出来看，听内底的声音，你一定无听过。我讲袂知你是假，你是真实个，我一直唔惊我身躯顶有钱人，你莫叫我来叫你。
迄个时阵，人心在咧想歪去，所以我就请人妹到三江想办法，看安怎免乎人心嘛想歪去。你真的搞录音啊？嗯，当然嘛爱老筋骨，安尼你就永远是我的人。王正业，最爱你了。最爱谁？最爱小子。虽然人生已经无在我的身躯边，不过有伊，至少我可以想着真多。人生过去甜蜜的距离，咱明明从来不改变过对对方的心意，是安怎是走到今日这款的地步？好嘛，时间差不多啊，我要先来等啊，明天我过来看你。你妈在家，你刚是来看我妈？对啊。我知你无想要看到我，我都要离开。我无想要伫个妈面头前甲伊冤家，我惊伊艰苦，所以你留来不要紧啦。感觉爱食香蕉蛋糕。对啊，你敢想要做伙食？咱两个陪妈做伙食啦。我是想讲，有咱两个陪妈做伙食香蕉蛋糕，伊会较欢喜啦。安怎？我的手艺敢有退步？要比伊两工较好食。我拄则想到今日是你的生日，我临时嘛无准备礼物予你，我就用煮好马铃的猪脚土豆汤，祝予你生日快乐，身体健康。这里毕竟有现实不可以超过了友情，还不到爱情，远方就要下雨的风景到底该不该哭泣，想太多可惜今晚我想死我还是你，没关系啊，多谢你的照顾，在我生日要过完时阵，连病情跟你排讲，已经是我上意外生日礼物。是嘞，正燕，我只会当用这款方式替你过生日，希望你会当平安健康的继续活嘞。我也会想办法在你无公婆的情形下陪在你的身躯边，只要你愿意。多谢你，那呢我无叫了你干嘛想错？
去。其实我跟妈同款，我拢不相信你会为着钱，把灵魂出卖给梁静川那只鬼。你讲啥？我讲，我知影有时阵你是超过伊，讲出违背你心内的话，想要让我生气，想要让我离你较远的。啊，不过你敢知影？只要你愿意坦白讲出原因，我底下足侪状况拢会无共款。麦克，我会相思的。我讲过，一世人，我的心内底敢若有你一个人，我无骗你。我的手，搁发作啊！怎样？我够胆怯，我想来。怎样？千万不要让人心看到我化作模样。小陈爷，都为老杨干一点的，干了这么样，有人心可提来？你昨天用靠家己嫁出去，你一定要会赢的。真的病已经这么严重了，我竟然一点都没发现。刚才人心没留来，我要过给你跪。不要紧吧？我看你刚才无啥爽快，要先送你去病院无？免啦，我无代志，开车。怎样嘞？那么快人？怎样？你慢走，我马上走。怎样？怎样？没事。你在床上，赶快放开！怎样没走？我刚才听到人心叫唤声音，可能是我想过思念你啊，才无回应，听到人心的叫唤。小刺猬，这都离开你，我都开始想你了。